同款嘛是一个相当温馨的现场哦，这是因为最近天气渐渐变冷，进入医疗血压资源欠缺的时阵哦，所以嘉义市的远东机械集团伫咧这个月下至号到十三号，准备来号召企业的员工结合嘉义关会站来举办着关会活动。伫咧二号活动起跑的这一天哦，就吸引三个厂区超过一百名的员工比起手五来关会。董事长曾国辉嘛，期待透过这个活动来造福更加多需要用会的病人，同时迈当前进远东机械集团企业的社会责任。远东机械嘉义厂的员工一透早就到公司，陆续排队准备比起手五关怀做爱心，嘛正式宣告为期一礼拜的远东机械集团工业周正式起跑。因为进入寒天了后，常常拢是医疗血压资源比较欠缺的季节，在嘉义在地经营已经进入第65档的远东机械集团，是特别规划一系列的工业活动，鼓励员工投身工业，前进企业的社会责任。这个是一个哈、哦，让员工哈、哦、有比较有向心力的这个原动力了哈、哦，因为员工哈、哦。有时候会觉得、啊、这一家公司、哦啊、对社会很有责任、啊、然后、啊、对员工很有照顾，所以、哦啊、对公司整个来讲的话、哦、不管是外面对我们的看法怎么样，应该是很有帮忙的。除了在各厂区来发起的关怀活动，在这个礼拜远东机械也将结合着嘉义县的嘉惠教育院，透过集团的合作协助，将爱心直接回馈给弱势团体，希望会当和全体的员工做伙来参与物资的捐赠，借此抛砖引玉，和社会大众做伙来参与爱心公益活动，达到企业迈向国际化、关怀回归原乡的企业精神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网王雪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